中山乡对，路虎村。哦，对了，在前面这边呐。立党一队，你跟我也办公室啦。立党一队，我跟你讲，我先等你去啦。哦，我今天打电话，我经过你了呀。所以你的卡波，我走，我丢。我的黑哦，我的黑哦。我们才来第一天呢，这么哈扣。这个地方真的很大。大到可能你每一次从每一个点移动到一个点的时候，都需要摩托车，要不然其实用走路是走不到的。哇，不是暗暝摸，这暗暝真系跌人，我嘛唔敢来。不是，他得有一点，难怪他们要开车。一个下来，先一个稍微啊，河床要看一下，所以要注意一下有没有可疑车辆。哎，注意可疑车辆，哦，免得用心路哦，那个路口很快，车主都开太快。拜拜，拜拜。那催了没人理我们了，来到陆武村，我自己就有一些改变了，很多事情是有可能做到的哦。我的其他的村长伙伴，每人都出一点力。现在发现那公司在阮分村吼，发行大概七件左右。光武村当场到处做一寡宣传呐，对，让整个邻里啊，就是不要再受到炸。我们有明星村长这个活动的见面会，还有反诈骗有奖征答。沙啦啦，拉住我的手，沙啦啦，不会再放手，别说在纷乱人潮里。村长，就像之前我们在那个陆埔村啊，那么村长有听说，就是那边这样的问题比较严重，是诈骗嘛？诈骗几多？对啊，这边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也是蛮多的。你们这边这边很多、啊。这些所长都很头痛。是哦。嗯。那这样听起来应该是这边这几个村最大的最大的问题。宣导，我们也是一直宣导。你过去宣导，刚好人会来。有来嘛无好啊。啊。我跟你讲，我想到一个好方法了。今天刚好礼拜三，刚好有夜市，人都会过去。我们其实在夜市里面直接宣导就好了啊。哎呦，不错哦、对不对？今天有在想说，我们想要趁这个礼拜三，也是青沟夜市最热闹的时候，艺人、明星、村长们哦，到这一个夜市里面去做一个反诈骗的宣传，这个可以吗？你们觉得是一个可行？因为林村长刚刚有说，好像也有在夜市举办过了嘛，对不对？举牌过了，就举牌先导了，先导了，那是先导方式了。那借着你们的亮点哦，来号召应该会多一点。是，对不对？好，如果有牌子就最好了。我是干嘛用纸牌噶？哦，纸牌要纸。哎，有你用讲的哦，你人生你不一定你跳舞了。现在要想的事情是内容，你们的诱因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表演的方式，用活动的方式吸引这些老人家来看活动。啊，不，你就去唱歌啊。不啊，就是也不一定唱歌，就是我们也可以用那种演小短剧的方式。对啊。电话里面会发生的事情，用真实的情感演给他们看。一个笑呀呢。对啦，就是我们可能要排一个简单的行动。对对对，简单的啊，就用。就你可能演老太太，然后我们有人演歹徒。对对对然后打电话来跟你讲，亮哥讲的那种行动剧方法，对啦，比较新鲜感。对啦，小行动剧就好像。请村长，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你知道有奖征答，那奖品的话，我们是有没有？地方可以去问赞助有没有提供？村长，你们办公室好多那个导令啊，跟那个什么，那个是可以当奖品的吗？可以吗？亮哥，你讲啊，最好有来的有剩，有来都有，是的，有来都有一瓶的。好，那我最后快速的跟所有长官报告一下啊，我们呢等一下晚上呢就是去夜市举牌宣传明天要举办的反诈骗活动，地点呢是1点的在。陆埔的活动中心，然后呢，我们需要准备的就是要写一个剧本，反诈骗的那个短剧剧本。OK， 其实我们就是最大的任务，好像是因为来的时候他就有听说这边的那个诈骗是比较
猖狂一点啊，所以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可能用表演的方式啊，见面会的方式，可以让这边的一些对，然后在这边一些社区的人可以更有感觉的，而不是只有普通的口头宣导。放上面吗？船长，你这是因为我们要宣传来呀，那来要去文章。哦，啊，这看你们来去。这边用啥拢会使？哎，停车场。对。啊，将灯带给包起来，无得两个。哦，这种点的哦。对。放着而已。啊，好，放好了。每一集都要创造我们的。都要拿出我们的艺术细胞哎！是，来，找本子机啊！哦，哇，欢迎啊，喂啊！好了，这本子机无搞了，这要做会用。哦，好多工具哦，谢谢村长哦。这工具也无坐你这边啊，喂。本地你嘛是哆啦 A 梦呢？嗯，百宝箱呢？我们要写的资讯有什么？几月几号？下午一点在鹿埔活动，明天下午，明天下午，四月十一，然后下午一点在鹿埔活动中心，哎，鹿埔活动中心，啊，我们不要讲的那么硬邦邦，什么反诈骗什么什么，当然不要这样子，我们讲的什么活动，想那个不要，想用个舞台剧的那个，你想一个联欢舞会啊，或什么。讲的是好像在边联欢欢乐的那个，然后村长联谊会来，对，村长联谊会，村长联，我们是村长，明星村长，那个见面会，见面跟我们见面嘛，对不对？很多那种偶像都是见面嘛，我觉得挺好的。你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先见面会，你这样子写字倒蛮好看的，每次写那个看板怎么会写的那么丑？左边的都比较小，右边的比较大，你那个日写的就差不多。月为什么就这么胖？你看这个村也是木比较小，寸很大，很奇怪。你左边的都比右边的小，你的比例上我就觉得奇怪。我给你表现，你回家有练是？我给你表现，你是故意给我表现。那一次之后，每天回家苦练，就再给你写就好了。小事情装，这么漂亮，你写吧。不，我建议你先把它裁成那个大小。裁成那个大小又再写，我觉得不用裁了，直接就会丢出来，直接贴上去。你要直接贴上去哦，你要让它变大。OK， 也对，这样更大。对，我先给它删。那你的圆怎么画的那么不圆呢？它那个圆套画的很圆。没有，这是吸引人家注意的一个方式。哦，不是，你要画圆，我可以画很圆啊，但就是你画的太圆，它就没有那种特殊性。吸引目光的不规则，反正是。郭哥常常讲的话，我都整个心里面都是打从。心里面都觉得蛮有道理。你确定哦？你出国很久了，你的那个中文呢还行哦。那边有参考。哦。你不要亮哥，我在创作，你不要先让我有一点给他一点私人空间，创作的空间。对不起。你给我一点时间，谢访家有是有。睡的防不胜防，很可爱的啦，没有到漂亮的，可爱的特色啦，特色。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开场的介绍，那开场的介绍完毕，大家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情境剧的演出。表演结束之后，我们再请所长来做解说以及宣导。宣导结束之后，我们就是有奖征答的这个环节。然后有奖征答结束之后，我们就是谢谢大家，我觉得就是结束这一整个活动流程了。那你们边忙，你可以一心两用吗？我们讲一下明天那个动剧的东西好不好？可以。我是这样想啊，我们就模拟几个诈骗的情况。就讲电话啦，一般都是电话诈骗最多啦，最怕了，对不对？这边跟你核对一下资料哦。什么资料？上个月呢，这边有一笔你的刷卡未缴，总共十万块。十万块。对，有可能啦，你一个月刷十万。有啦，十万块现金给你就好了。没有，我们是使用线上交易的。如果这十万块你没有缴的话，每一个月都会有利息。安尼哦，啊无是，今晚要怎处理？我等一下呢会传一组资讯给你，你照着上面的资讯汇钱过来就可以喽。那我靠家等，我靠家165哎。哦，好，没事，你就这个，对，又定格了，一样就定格了嘛，一样定格165嘛，好，就出来，打呗，有没有注意？不行，那这种奇怪的事情啊，或是什么样的，就举例，还有什么其他事情？一个人演独自在家的老先生，有演女生吗？也可以啊，我是哈，今年80岁阿妈啦，对嘛？对哦，啊，我的孙哈，今嘛哩台北哩做事哈。喂，请问是胡太太吗？嘿，我是。
我跟你讲啊，恁囝怎啊咧我手的啦？啊，我想哦，你不爱信的话哦，我叫恁囝跟你讲条电话。喂。啊、有听到无？你今仔日咧我手的啦。乖囝，乖囝，我不爱信哟，我讲者。爸爸，我是。阿妈啦，阿妈啦，阿妈。有听到无？我跟你讲啦，哇，你哦，三点钟的时间啦。哎呦，花五十万以内哦，这户头哦。我都甲恁家堵堵死啦！唔通哦，唔通哦，哟，碰到对面啊，死囡仔，你啊，袂使啦！你个歹神呀！啊，因啊，差不多啊。有听着无？听着啊，听着啊。哦，听着。你话讲，你话讲，今讲几句话好无？我这里炸个，你回一个。我又撞到你哦。没啦，对不起。OK 啦，亮哥，不错哎，你们说是说，虽然是简单的写字，其实还蛮十八般武艺哦，十八般武艺哦。亮哥，这样看得到吗？看得到，看得到。明白。明星村长见面会，时间四月一号。四月一号，哎，四月十一了。你还少一个一。十一号，十一号。十一号，你再补一个一。我是怎么写一号？每个都写一号。对，还好可以。幸好有 double check， 没有加一笔就变十一号了。对。对对，箱子给你提啦，无你帮他提。郭哥，先放在前面，倒过来放的。我拿一支可以啊。倒过来，让你倒过来放。安尼啦，安尼开始提，卖去插掉就好啦。好。亮哥，我提啊，无紧啦。现在去哪呢？夜市。没有，我说路，你知道怎么走吗？出去右转，水哦，右转直走到底。好，好，你带我。左边啊，应该是吧？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快点！怎么那么多虫啊？对啊。嘿。你把那个面罩拉下来，真的，嘿，更惨，飞进去，哎呀，嘿，这样，东西掉没有？他那个是个什么大圣宫的线？哦，你还要背个大圣宫啊？对啊，在我前面。哦，小心一点。到了，到了。停车。安全帽。夜市人生来了啦。对啦。但总共有三只啊。重牌哎。有三只哎。这只最大只啊。亮哥。大只你背着，你背着就好。哦，我背着，然后你讲。你可以啊，你可以讲啊。你讲，你讲，你讲。你看高公。不知道讲什么。哎呦来哦，明星村长。哎呦哎呦。出吧。Hello， 各位乡亲、官员，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鹿埔村，代表鹿埔村的村长，然后来跟大家宣导一下，最近哦诈骗猖獗。诈骗，哦，诈骗。然后呢，来这边跟大家记得，如果有接到诈骗，记得呢拨打165165反诈骗诈骗专线。有空也要多关心一下身边的老人家，如果有接到诈骗电话的话，记得。拨打165，或是通知里长、村长，你好，或是派出所的所长，都可以对你们服务跟帮忙哦。这样这样，好，等我哩。是的，是的，也祝福各位这个商家们的生意兴隆哈、哦。再一次提醒大家一起来关心哦，反诈骗的专线是165。165这个数字，希望大家都把它记下来哈、哦。165165。遇到奇怪的电话，遇到奇怪的人。
跟你推销，要你投资，要你到提款机去做一些操作，千万要记得先打一下165，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诈骗。哎，你好，你好，阿姨你好，你好，明天我们不能诈骗哦，你要开165哦，哦，我更便宜哦。记得哦，明天下午1点在陆埔村活动中心，我们有明星村长这个活动的见面会，还有有奖征答哦，反诈骗有奖征答，我们的奖品非常的丰富，有爱马仕背包以及。乱讲啊，还不错哦，不要那边乱讲。OK， 我们自己这就是诈骗的行为。我知道你刚刚就是想要示范诈骗的行为。对了，我们只是一个测试哦，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已经打165了，下午一点，商家非常多哦，小心啊，哦，注意安全，也祝福所有店家生意兴隆，生意兴隆。明天下午一点，下午一点，明天哦，下午一点，陆埔村，陆埔村。我们会用一些活动的方式来表演一下，教大家怎么去反诈骗。中午1点，在陆埔活动中心会有一个明星村长的聚会。因为最近诈骗的电话非常的多，所以如果大家有接到电话的话，一定要自己再三注意一下。连小朋友都知道啦，我们哦就是宣导啊，就是连小朋友都要给他扎根。郭哥是，那真的是，这就是台湾之光啊。对，很多跟他合照的是挡不住的啦。对，我们有时候靠过去是顺便啊，阿亮啊，顺便的，顺便一起照了。没办法，有时候个人魅力这种东西就很难讲，他们也是很容易，我们的群主不一样，家里有老人家的都要再三注意，花个5分钟确认一下哦，排队嘛是5分钟，哦，卡丁姐的嘛是5分钟，哦，排队时间都要给咱注意者哈，还等坐起来排开呢，你排队啊？你们摆什么物件啊？摆挂包，假，啊你帮我摆5粒好不好？哦。摆多久啊？已经摆多久啊？不可以。半点钟哦，半点钟头前都在等哦。阿廖，所以这一家真的必吃是不是？哇，那是不是我们要先派人来排队啊？我们要分工合作啊，先来排啊。好，请。来，继续。宣导就是不能停止，宣导，来。165，哎呦，哦，跳哦。弟弟记得哦，如果妈妈有被诈骗，要赶快打165哦。165，好不好？有看到吗？好不好？好不好？记得哦，有人打电话跟你诈骗，要打电话几打几号？165。好，来拍一张。如果有人打电话骗妈妈，要打几号？165。来。OK， 好，多一个人知道，有尽到一点力量了。何浩成，你好。你好。诈骗集团呢，就无所遁形。我先答对题目啊。来，那个反诈骗的专线几号？哎，答对了。好。你要多出来宣导了啊！4月11号下午3点哦，埔里下午1点，埔里啊不对，不是埔里，陆埔活动中心啊，这里就是诈骗，这里就是诈骗。来，陆埔活动中心明星村长见面会，我们会有一些小小的表演，然后还有有奖征答的环节，希望大家可以来共享盛举。非常丰厚，我们要准备 GUCCI 的包包以及 Nike 的球鞋。诈骗！我已经拨打165了。答对了，这就是诈骗，考验一下你们啊。Hello， 来这边跟公英文的，公英文的，我不会了，英文的。OK，very good， 换成英文。Lion number， 안녕하세요。Lion number， 안녕하세요。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guys from? America, hello. Okay, welcome. We are filming a TV drama. Yeah.完蛋了，不知道讲什么。你讲到诈骗电话就好了。如果有接到诈骗电话，对啊，怎么？你们有台湾的朋友，如果有被骗的话，可以打这个165。一点，太好了。然后我们在讲中文，就是如果你在台湾有接到诈骗电话，要你 pay for something， 如果要付钱的，就一定要打这个电话，就是要再三 check， double check 一下。OK， very good， thank you。你在喝什么？你喝什么？珍珠奶茶哦，有名的哦。他说一点点，只知道好不好喝，
好不好喝？好，好喝啊，非常好喝，非常好喝。旅游愉快，旅游愉快啊！旅游愉快。Have you a good time? Have you a good time? Yeah. 你问跟跟我差不多，我瞬间卡住啊。我说啊，你要谁哦？哦，不是啊，我就是各种东西学一点学一点。我最近在学韩文，然后英文一直以来都有在学这样子。然后瞬间推出去以后，不是啊，你要谁哦？哎，我好像讲错了，马上又转换成英文，所以会的语言有时候会互相夹杂轮流着用这样。我就当下的脑袋已经是卡住的。哦，越走越香啊。哎呀，哇，哦，看不到镜头，这个夜市非常非常的长，哇塞，怎么都还没有到镜头啊？看不到镜头啊，真的热闹。哎，等一下，休息一下，你不是很准？你投个篮球我看看啊。两个玩法，多玩。都可以拿奖品就对了。我们现在派出呢 ，HBL 的 MVP 陈浩南射手。狼聚集，你都拿宣传的喽。来来来，这样投会不会比较准？不会吗？帮我欢呼一下哈！哇！集合起来，我们就不用走那么辛苦了。记得反诈骗哦，165哦。反诈。如果收到诈骗行为的话，记得165。然后现在投球的这个是之前呢，在那个 HBL 曾经拿下高中篮球联赛的 MVP 的何浩成哦。耶！是啊。加油！人家篮球不是都往前丢的，你怎么好像在丢垒球啊？有办有奖，真的反诈骗活动，奖品非常的丰厚，大家踊跃参与啊！哦，加油，浩成，靠你了，我们的晚餐，弧度高点，哦，正常，没办法。好，加油，加油，再两个，两个就有了。加油加油！最后一颗，最后一颗了，打板得分，打板得分。这样有吗？这样有吗？金牌金牌！谢谢谢谢。来，我们挑一个，挑一个有奖征答好不好？你挑一个，你挑一个，把那娃娃送给他，看挑小朋友还是要挑个小朋友，帅哥还是美丽的少女？好，我一个问题，然后大家举手抢答哦，请问一下。遇到那个反诈骗电话是多少？7 2 3，来了来了，全到对。来，姐姐，你跟我大声说出来，如果你收到诈骗的时候，要打什么电话？6165，谢谢。标准答案，来，标准答案，来来来，一名学员要送给你，来一支，多谢多谢，谢谢。耶，谢谢。啊，陆埔村，陆埔村的活动中心，明天一点，明天下午一点。陆埔村的活动中心有我们我的明星村长，我们在场的五位帅哥啊，有一个见面会，希望大家来捧个人场，踊跃参与，拜托大家，拜托大家，各位朋友聚集在一起的最好了，记得哦，拜托拜托，如果呢收到照片的话，记得打几号。太好了，太棒了，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永远都不会被骗。我们走在夜市里面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从第一个路口走到最后一个路口的时候，真的有点远，但是民众看到我们都很开心，我相信他们一定也今天有去逛夜市的人，不管是当地的李明或是外来的一些朋友们，他们一定记得我们有在那边讲反诈骗165这件事情，我们有达到我们今天想要传达的目的地，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我们有为了他们做了一些事情。刚刚的宣传效果大家觉得怎么样？很好，我觉得挺好。还有Jason，我很佩服你，从头到尾都你我一直讲啊，真的很厉害。因为我们宣导必须要就是不断的 repeat 嘛 ，repeat， 但是我刚很笨，刚刚那个扩音器可以按重播。我怎么那么笨？我一直讲到我都扫兴啊！但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每一次都不一样啊。对了，比较有温度了。不过比较有温度，说实在也不知道有多少这个我们这个村子里面的居民。对，但是因为我发现蛮多游客的，我们蛮多人都知道，蛮多游客的。所以明天还是要拜托村长，就是动员的，就是帮我们要讲一下家里没事，真的或是比较容易被骗的，对，还是要靠大家的力量，就是一些可以来支持。还没有被骗。
骗，但是千万不要被骗。对，一直一起加入就我们的那个说法。或是有被骗经验的现身说法，分享真实经历。昨天说要演的什么，你都准备好了吗？但是我有件事情要跟大家宣布一下，就是我刚接到电话，然后我临时有事，我明天一定要。先离开，很重要，所以去站非常重要。明天一整天吗？对了，什么事情比我们重要？是啊，就是很重要的事啊。我也说，我们等你回来吃晚餐了。好了，我来得及我就回来了。不要走了，来得及就回来。来得及就回来了，我怕来不及啦。对啊，因为我还要一趟下去苗栗，有点。要不要我陪你？我我也可以，我也行哎。浩哥，那我们都陪他去算了。明天事怎么办？没有啦，明天事也很重要啦，但是都准备好了啊，我觉得。不担心啦，我们四个，因为我们今天很认真的宣传了啦，我相信应该就是这种反诈骗的那个宣导能力会更明显。给我一天告假，给我那明天就反正我们四个吧，那个明天我们就。要再讨论一下，你就安心把自己的事情。会了，我会把，我绝对把事情处理好。就先不用陪了，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忙了，我会随时跟你们视讯。好了，送你啦。好，改天见了，不要送。送你啦。送什么啦？好了，小心啦啊。好了，我会了，我们会想你的，放心交给我。拜拜啦。好无情哦。就这样，我不是去送，我是去关门的。塑料兄弟，我检查门有没有关好，这个关好，对，小心门户啊。耶，耶，什么的啊。在这个团队里面，我觉得浩哥是我们的大将。然后突然接到这个消息，我就哇，我们要损失一名大将哎。某方面会蛮依赖浩哥在的，对，不管是跟村民的交流，或者是在规划事情上面，他不希望他走了。元浩一定也是不得已的，这一定是有排不开的事情，毕竟是我们一群实习村长，来自四面八方，各有各的其他工作在忙，所以真的要凑齐一段时间，连续三四天这样子去共同完成一件事情。所以难免会有出现一些没办法全员到齐的时候啦，就像我们讲，把不在那个人的事情分一分，大家把它分掉。睡好吗？昨天睡蛮饱的，真的。可是我觉得我要戒掉那个看小说的坏习惯。你昨天偷偷溜掉上去了，对，我受不了了。谈笑间就不见了。哎，我看一下，讯息。各位明星村长好，青菜食堂需要人打饭菜，速速前往鹿埔社区活动中心集合。打饭菜，打完顺便吃饭菜。耶！哎，走了走了，哎，走了走了走了，出来了，集合了。右边应该是右边那一栋嘛，对不对？可以问一下，看有没有民众。有啊，他只传长青什么俱乐部啊？长青俱乐部。不是，长青什么那个食堂啊？就在前面吧。长青食堂需要人手打饭菜，鹿埔社区活动中心啊。下午一点的，好，在右前方的活动中心的，老赞，早，我喜欢。哦，我看过最大的，是吗？真的，你看的不多哦。这叫在村里面呢，村里面大的，哎，村里面这活动中心算大，没有，因为它是开放的，开放空间的。还有纯牛底鸭啦，村长，老赞，江哥，阿江，哎，今天要干嘛？不能到三更啊。当然想就想好啊，这是咱的长青食堂，
啊，成立大概有一年多了，一年多而已，一年多啊，筹备两个月了，共餐嘛，对对对，啊，都都希望这老外等于来吃吃，啊，因的写啊，吼，一撮嘛靠红心，是啊，偌济人，大概几，大概在吃饭的有一百多个，一百多个了，一百多个，来吃，来吃饭，台价，吃饭大概开价，一撮人他比较无聊，对，只交朋友嘛，朋友，哎，大家拢有啦，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哇，刚哦，有的穿西装，一礼拜一届啊，两届啊。礼拜一到礼拜五，一到五都有，每天中午都可以吃饭了，都可以吃饭，这么好啊！如果不是老人家也可以来吃吗？针对了65岁，65岁，哎呀，可惜了，哦，是啊，那个政府要啊，无中立是爱交交钱，对吧？爱交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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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嗯，他每条都40块而已啊！哦，真的哦，是这么好。今麦一个电动来百外块。对啊，好呀呀呀。他等一下工作蛮多的啦，工作蛮多。今麦多啊，工卡就不久。哎，好，你叫人多几年的哦。还有没有试吃的？有没有试吃的工作？试吃你来负责就好了。哎，你看，啊，你要搞分配工作啊，是阮你去叫。现在来的马建，我南厨师大姐的哈，南面万鲁班长加总干事，哦，班长他们帮你介绍。班长这样可以吗？怕头发掉进去的，头发不要跑出来，不要跑出来就好。怕头发掉进去，对不对？胡子跑出来有没有关系？胡子没关系。班长，我无爱再先照坑家无。啊，你胡子前面的部分。好，我胡子头前。哎，胡子，你胡子你要发便当了吧？发便当头，发头。啊，这里我专，我是你的专场，我专场。姐姐，再麻烦你教教我们。好好好，谁要打扮？好，哪一个最累啊？哦，打便当都可以，都可以。好，那我打扮好了。好，都很轻松哦。好，姐你好。既然到丰后，整饭。来，打菜。菜给你。菜给你。菜放中间。菜放间中间，圆圈嘛，哈。啊，这倒地。啊，这个中间。哎，这个要同一边哦，都要同一边。同一边好，量不要太多了哦。我唔惊人吃。哦，你唔惊人吃，啊，安尼我知意思啦。这看会少吃的呢，这看会少吃的。哎，卢哥，哎，我们想要吃了，我们来不及了。哎，这样助威啊，你动作很快哎。啊，什么？哇，那我动作也要加快。那姐姐，你们都是自愿的。对。哇，好好。大家想哭吗？好呢。哦，您住附近。哦，好，那应该。哦，没有了，这边都对。会不会太多？这边都有了，看起来好好吃哦。真的，这是肉排嘛？什么肉？绞肉排，有肉，蒸绞肉排。瓜子肉啊？这个是瓜子肉。把它叠起来就对了。对啊，然后要拿出去外面。哦，好。啊，你看，我靠，对着掉了。哎，拿给他们。哎呀，我叫上菜，我叫康的哦。这两碗。拢会好有啊，好。我过来客啊。好。啊，这边保温的，安尼保温的哦。丢。好来，因为欠人，你随时都袂使来啦。我是我搞住的。你住平津啊啦，住台南尔啦。哎。哎，我来掀，我来掀着，哎呦，这，啊，对，是的，好来，啊，有几种便当啊？有的外带的就是纸盒，其他是，看这样再坑客嘛，啊，不管是拢一穿拢。今天人较济哦，下加较济。哦，你今天我要加因打吼。今天嘛，谢，立马就四爷啦。总干事称赞你耶。系啊。啊，那你过来就无位坑啊呢？我就爱做外带。做外带，对。哎，刚才那个不是外带吗？刚刚那个也是外带，也有内用的啊。这个是外带，还有你们的。哇，这边的，我们要两个。无崩啊。我还有。你对外开啊。我来，要四个脚，通拿着，举起来。OK， 学好，两脚先放，好，学好。对，哇，厉害。对，超厉害的。好，是啊，有经验。把它折，这样放给他们。哦，成板。好，这次我来了。棒啊！好，我手较长，我来捏。青菜是中。王天啊，云都啊，都啊更贵了。来，没话，这个青菜多一点。啊，这啊，你这人的菜拢同款的，你哪敢吃菜哦？
错乱了。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哦。哦，抓。哦，好了，我有漏牌了。均衡饮食啊，对对对，这个也包括你们的。差不多啊嘞。人多好办事呢。哎，真的。班长，班长，有人来了，来，哎，这这第二三名啊，哎，我来了，他没有名条的哈，直接花这个过去就可以了哈，来几个，一个哈，哦，还有一个，啊，你大刚拢有吃，一到五拢有哦，好吃哦，好吃，啊，菜买滴滴点点变哦，哎，你辛苦，你辛苦哈，用餐愉快哈，身体健康，再见。这两位都值了，对他一个，啊后面那个先生也是，大哥，哎，子和，拜拜。哎，你好，子和，哎，庄哦，庄明德，钱亮，哎，你好，哎，蛙亮，啊你不看我，对啊，哦，啊无你来看我，你也吃，我才吃的啊，我来吃光了啊，我是讲。庄明哲呀，我是讲我那会只红，你今仔看目睭就知影我不鞋亮，原来我遮笑你看。我当变船长啊！哎，江村长叫我迄个干掉啊！我即马船长啊！船长。哎，豆豆来，豆豆来。Hello。Hello。哦，要搞啥会？赶紧来扶，紧来扶！来，什么大名？什么大名？郭玉柱，你等于吃两盒嘛吼？吃啊！哦，你搁提来洗哦。哦，汤，哎，他妈袂记哩，红豆汤啦。可以。嗯，你讲你九十几岁啊？哦，真健康哦。哦，食百里哦。哦，来。有顿肉烧啊，所以瘦。长寿的寿，长寿的寿，好多哦，就长寿的寿，哦，我一个漂亮的亮啦，好，薄荷亮，薄荷亮，亮哥，你有做代志无啦？有哦，我呢凉，亮哥我大粒光，细粒光，我都流汗了呢。你有流汗吗？流汗了，都是汗，你看，我又擦桌子，又摆椅子，我又，你奶龙摆二啊？不，我摆，两个摆。哎，帅哥，你们要帮我们清洁吗？当然要啊！你们有什么想要帮忙的，都交给我们。要。你们今晚，姐姐，你们今天出一张嘴就好。你们出一张嘴就好。来。这嘛是大刚洗洗。啊，甲凉，甲凉起来安尼。便当啊。啊，恁挂中岛尔嘛，哎呀，无煮吧。大姐，你是这边的人吗？哎，对。土生土长的，哦，还是你是嫁过来的？哎，我对，我是嫁来这边的。哦，原本是哪里的？也是这边，也是东山乡的人。哦，不同村呢？对，隔壁村而已。哦，哇，那很好，很近哎。有椅子就坐一下嘛。哎，你们看到我们熟悉的服装？陈干事，真的假的？哈林小队，这不是陈干事吗？你们怎么有哈林小队？换节目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队长跑去做歌唱节目，去当他去选乐团去了，不肯跟我们再去骑车。他今天还约人家骑车，你知道吗？真的吗？对啊。然后我们要来这个村里面帮忙，对，好不好？就算了啦，我们来我们这边好了啦。好，来，我的明星村长啦啊，来。那我要干嘛？还要签到？对，
我要签到吗？这个是我们领便当的，这是哦，你要便当哎，长青食堂哦，这边在地的老人家会过来这边领便当，你先站，你先站在我旁边看一下，哦，我在那边学习一下就知道，你就知道过程。马克，哪个你在蛋里？哎，这姐你好，你贵耶？一粒，一粒哦，啊有名还是无第二摆？无写，无写名。这个帮阿姨收到那边，哦，收到那边放，哦，给他，给他，给他，哦，谢谢，谢谢，谢谢。哦，阿丽，你这边拿一个铁盒便当给人家。哦，拿一个铁盒便当。哎，对。所以那个是回收的。哎，阿姨，那个是要回去洗的。哦，啊汤，我够汤。对，谢谢。谢谢。你待会赶快去领个口罩。哦 ，OK。嗯，对，哈林小队的老队友，对对，好久不见的，算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见到本人啦，所以亲切感特别多啊。你说他出现之后，我也因为熟悉度，我也特别，好像又更放松了一点。但我觉得亮哥是天生的村长的料哎，在我们之前的相处啦，他本来就是个很照顾后辈的人。你知道村长就有一个特性，他一定要很热心公益，然后愿意照顾每个人。那我觉得亮哥其实很适合啦。好，口罩哪边有？拿过来。来啦，这我也好了。啊？哎呀，哎呀，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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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了？你敢来？哇，拍谁拍谁？你无赢，你无赢。好，谢谢。哎哎，哇哇，大家辛苦喽，辛苦喽。不会不会不会，还好还好。这个菜看起来很好吃哎，真的。我们刚刚在装饭的时候就已经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这太好了吧？好，我先去帮亮哥，好，先帮亮哥。大哥，你贵耶，两个哦，两个哈，啊，就打勾两个。没有名字的，没有名字，没有名字，没有名字，我铁匠，我知道，我知道，这边也可以。哦，两个哈，两个，我的。你买加加加加，我有上礼物咯。哎呀，上礼物上礼物咯，加加上礼物。加八个唱卡拉 OK 哦。加菜你跳舞我你看。没有，你表演哦。扭扭扭扭扭舞哦。好，郎姐哦。就是有的有名字啊，有的是纸盒，有的是铁盒，铁盒两个铁盒，另外加两个，两个哈，两个铁盒。这村长的太太哦，是哦，刚刚我们家哦，拍什么？村长，刚刚你叫江村长还是？哎，江村长，你是江村长的太太哦。哎，你替我包。哎，啊，你庐山真面目嘛，我看一下。哎呀，你就讲话是要问高，你误会我。哦，你坐伫门口呀？哦，我唔知啊，你。你就该笑了。我不能该笑脸的。哎，真真是不敬老。有没有？哎哎，下面不能乱搞。两个纸盒啊，铁盒。加嘛哈，哎呀，哦，加加有礼物，好好，啊，我看加好不？好，好好好，阿公两个汤。阿的阿达两家给你看。阿公你好。有阿根。哎，对对对对对。你们等于配点心哦。对。你们等于配点心啊。哦，你说你们要带回去的，对不对？哦，给阿公阿妈吃的，谢谢你们，拜拜。电影明星。明星明星，无甲电影啦，电视而已啦。哎，无啦，电影无遮老啦。哦，龙龙龙龙龙龙。来，我上我上。来，你去。来，跳。哎呀，不要。嗯，你要亲儿。啊，坑家，坑头前，坑家哦。好好好。谢谢。看你，看等等等等等，我等出来。哦，这里哦，震动的哦，个黄鱼哦。来，我来哦。来啊，不要跟了，来来来。都等一下，工对哦，一边哦。都赶快。动作快，塞车了！来来来来，动作快，塞车塞车，加快加快，好，开始了，这新来的旧老板，哦，开始人这样，我中午要到了，好好好，没来加加吗？真的用，加加了，加加加加，来来加加加加加，我你搞你，哦，快点，哇，很忙哎，这个怎么突然那么多人呢？请问谁还没有汤？好加。好来，啊你加加，啊我接好你，啊谢谢，对对对，啊接我提来，好，你加加不？加加礼物呢？加好传丢讲有礼物啦，我阿亮啦，阿亮啦，哪里个？哎，古学亮，古学亮，古学亮，太大了，轰隆隆隆，我，阿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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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阿亮没看到，阿亮没看到我，哎阿公你那接你那不爱吃，不介意啊？哦，伤咸哦，哦，伤咸你无要食。哦，老人袂使食遐咸。哦，老人袂使食遐咸。啊，有好食无？今日有好食无？袂歹哦。
箱搁真凉的啊！我你凉，我哪有放凉？哎，我们刚是塞车，好不好？就是没有不知道别人忙啊，我也以为里面很凉啊。对，看起来也不凉。你知道来要干什么吗？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我其实根本不知道，而且我有谁我都不知道。我是刚刚我刚刚到那边，然后我说哎，这到底有谁啊？所以我只知道元浩。元浩今天又刚好请假。对，我知道，所以人手不够嘛。啊。所以赶快从台北调人过来帮忙。什么情况？我要干嘛？村干事，那你的是什么？哦，村长。村长啊，开玩笑。我说你的长官呢、啊？是长官、啊。刚刚帮你做那么多事情。谢谢长官。我应该是坐在这里就可以的。指挥，坐着然后指挥说：“小张，快点。”好了，现在也差不多上手了。来来，村长好。最后十颗就交给你了。好，最后十颗交给我。哎、欸，村长辛苦了，村长。我们再请总干事协助你了。我们每天来就没有按摩。你们每天来没有按摩？哦，是哦。所以不需要帮村长按摩啊？不用吗？没有嘛。对。对对对，搞得我以为需要帮村长按摩。但是你自动自发，我会那个感。不是啊，我想说这样子我会有好处啊。没有。说不定待会中餐可以加菜。没有没有，就十个便当你处理了。好，我来处理。我来看一下，一二三，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少一个哎，村干事，不是还有十个吗？怎么只剩九个？哎，这个真的有问题，刚刚有发错哦，真的剩九个，你就是有发错了，没有啦，哦，谢谢，七，他怎么会累？你要换一下跟我讲。OK 了，可以了，快结束了。OK。好，辛苦你了。告一段落。哇！哎呀，这边如何呢？剩两个了。这边状况如何？不错，不错，很好了，发到剩两个了，真的，是好棒哦！不要以为我没有做事哦，水深火热，是，厨房好充实，怕热就不要进厨房，是，这电视上都有在说，真的真的，但是很充实啊，好，谢谢哦，谢谢，老公谢谢，村长后来说只有成立了一年多，但其实是已经蛮有规模的，很卫生，干净，即使那个吃完把铁盒送回来。大家在洗的时候，他们洗完还是会经过高温消毒过，大部分都是志工，可是每个志工该做什么都清清楚楚的，那个规模让我有点惊讶了。我觉得可以当一个模范，一个楷模了，其他偏乡啊，其他的村里啊。杨哥，你别看嘞，要不要不用？我搞看啊，我今天招来招去。最辛苦的环节，吃饭。好，好，感谢。我看见超好吃啊！你看你们这个，刚刚你们打的便当，谁？十嘞？五十嘞？我知道谁用的，我知道哪个是凶手。我知道这是那个没有打过肉，浩辰用那个橡皮筋包起来的。拿到这一个，我没有装肉的。我先那个给我啊。我还没装肉，是我忘记装肉，但你就先吃吧。不是我们两个人，我就要打给 Matsuka 的，他刚好吃素了。嗯，我们这次来就是要跟那个村长分担一些村长的事情，做反诈骗的宣导。哦，哎，很重要。然后要演那个行动剧啊，等一下会请所长来，然后有行动剧。对，我们都要演戏。杨浩没跟你讲，因为他今天杨浩就是要请你来代班的。我昨天晚上11点多收到讯息，说问说今天早上10点可不可以出现在这里。他也是11点多左右走的，就是临时叫你来的。刚刚好，要干嘛我根本不晓得。那你刚好扮演他的角色。对对。他今天本来演那个迅猛龙。我比较会演喷火龙。我感觉你们四位对于演行动剧是非常的认同啊。我们四个都是童星出身，演戏是很简单的。童星出身，你什么时候变童星出身？我演很皮的小孩。你演过吗？演过啊。真的演过啊？对啊，就在家被打的那个，不乖很皮的那一种。我也是演欺负弟弟的小孩啊，从小就有扮演一些角色。角色。我在班上同乐会里面，我就是导演啊，我就会用纸画
面具，用橡皮筋挂在脸上啊，演十二生肖的故事啊。真的，真的，真的，哈，不是二十四孝，不是二十四，你是讲三十六孝，我还吓了一跳。三十六孝走为上策啊，你们课本跟我们不一样。对对对对，我在想说奇怪，你们这怎么会这样子？对，你都，我们是三十六孝走为上策呢。一朝被蛇咬，十年不怕没柴烧，真是，就可以显示的是我们的课本的不一样。我吓一跳，我怎么觉得这个教改得太离谱了？你们两个隔壁村的课本长不一样了。其实真的哦，一个地方住久了，可以交到很多在地朋友。对啊，但是你看他们全部都很熟哎。对啊，就这边的村民其实都每个都是朋友。便当他们大家都直接名字都。对啊，好熟，跟同班同学一样。村长，我们等一下场地在哪里啊？在二楼，就隔壁吗？二楼啊，二楼。那我们要不要先去布置？有需要吗？当然有需要啊，当然是要。要吧，所以你没有办法布置好，至少把椅子先排好。我以为你昨天去忙就是来布置。我昨天到处都忙了一整天了，我在。对啊，我们也忙了一整天。你们怎么跑那些？老逃走去哦。我老逃走了，我老姚元浩逃走你啊。我没逃走了，你不要准备那些器材。器材，我们想问一下，都有。你那边有什么像麦克风啊这种？有啊。有吗？你喜欢唱歌吗？哎，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讲话，讲话，喜欢唱歌，没关系，这样就好。阿勇，吃饭，没关系，你们两个就聊，我在吃饭就不好看。不用这样，不用这样，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村长。哎，刚才那个麦克风有几只啊？我要问一下，有几只？上面的。哎，哎，大概三只了，大概三只。哎，村长，这个村有多少人？都配合人数有资格的话，将近2700了。我们昨天6000多人那个最大的乡村是什么乡？顺安村。而且有 Seven 那边，应该是首都了。首都，有 Seven 就行政中心，首都在那边。然后有时候我们去那边喝酒，哎，她是来自市区的女孩哦，首都的隔壁部落，隔壁部落来自市区的女孩，她是市区的，比较 fashion 的，我看到那。会场是空的。我以为已经布置好了，这边是舞台，这边是舞台 ，stage， 等于是一个空的场地，我们要把它布置起来。我们要，我也不知道来，我们不知道来多少人，所以我们摆椅子就先摆。来哟，哦，没有了，随便说说了，坐起来再说了，拉开来就好了，拉开来，然后他们就拖走了，拉开来就可以。哎呦，亮哥有经验哦，亮哥，拉开来再摆啦。对啊。啊，不要夹到手，不要夹到手就好了。时间不够啊，不然我们可以把这椅子漆一漆啊。你慢慢漆啊，亮哥。真的，我是讲真的，把椅子漆一漆。真的，我如果时间够，你这个要用久一点，你把它漆一漆。哦，你想说帮他们用更久？对对对，这一看就有年代的。我觉得，因为你这句话，待会我们可能有一个环节在这。没有没有，不会，我只是说时间不够。会不会？如果是我们前几天就来，就来帮忙漆一下。对。好。对啊，那个收。好，这样先摆两排就好了。好，这个到时候要收也比较快。对啊，对啊，这快啊。好，辛苦了啊。哦 ，OK 了。有进步，有进步，真正有进步。啊，以后加摆挂桌，遐人会较侪数啊。你讲会较侪啊？对啊。人会多吗？你觉得？先你摆好了啦，先你摆，先你摆哦。这只有一摆哦。哎，陈总，那往那边。啊，你然后老是坐到歹了了。什么我坐？对啊，就安尼嘞。没有。那有人先把这不应该拆开来的时候先拆开，之前呢，我怎么又关起来？是，没有，也不要干事排。那个用椅子是先打开比较好排，所以总是先搬到那个位置，然后再把它抽起来，这样比较快。专业专业专业。本来只要搬一次，你那边拆开成要搬十次。哎，是有这么多人吗？一百，先摆一百，真的。你看，马斯卡，这样是一次，马斯卡一次就好了。哇塞，马斯卡，好 ，OK， 他这边这个是马斯卡的专场，这里就好了。16，16写大一点，16写大一点，我写在正中间，好。安尼对无？安尼对无？七角有水无？
啊，你当钱嘛说摆好后安尼。哦哦哦，休蛋休蛋休蛋嘞。村长村长。啊，我们那些物资有需要去拿吗？来的那个有啊，在我办公室啊。啊，要去拿对不对？对，要去拿。物资直接送过来这里。没有，他说在办公室。要几个人？很多吗？要几份？200份啊。要开车对不？要开车咯。哦，要开车。郭哥，郭哥，我们去搬那些物资过来。我们要把奖品，有奖征答的奖品。物资啊？对，我们要搬过来。走啊。赶快回来，不要太久啊！1:30就开始了，好不好？15分钟就回来了，好不好？真的，赶快回来！好，拍摄道具。好，那我们出发了。小刀不要装忙了。什么装忙？你要不要看一下有多脏？真的。哦。哎，不是装忙啊，亮哥。洗衣粉啊！刚刚敲车，我敲鬼鬼啊，鬼鬼来。记得吗？听记得吗？陆埔村的观光区。哦，陆埔村哦。对对对。啊，我知也对。你知哦。我知我知我知。可以哦，走走走走出发。其他热归热，还是蛮舒服的。骑车有风就凉凉的，而且这些天地看起来好疗愈。对啊。漂亮漂亮。1 21 2 1 2 Channel Channel 1 2，他为什么不见？嘿、hey ，所以演出就在这里哦。对，这回音太多，那我没办法消掉。好，现在回音很大。哦，是哦，能进来吗？听不出来、啊。这个哦是 ，OK， 不要要求那么高，不是要唱歌。没有，我想要清楚一点。哦，清楚。那清楚一点，而且我要怎么消掉？这 echo 太大是。没有，我已经消掉了。他没有啊，没有一口，完全是环境的关系啊。对啊，哇塞，真的，自己找事情做，自己找事情做。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噔噔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啦啦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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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哒。那我们应该把它放上去，对不对？好啊，你够高吧？我够高，我够高。对，旁边有椅子，你干嘛拿那个人家坐的去踩啊？啊？好了好了，你踩。对啊，可以吧？可以可以，你高兴就好。对不对？绑在这上面可以吧？不对不对啊！同一条上哦，上绑上，没有没有上不去上不去上不去。不是不是不是啊！不是，它上面还有一条，它上面还有一条。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什么叫上面还有一条？它有一个这个。来。拉上面的，绕下来，然后跟下面亮哥那边有楼梯哦，亮哥那边有梯子哦。如果有楼梯，我们要跟楼梯比较好。我觉得用楼梯还不错。对啊，那还不错，好不好？我去搬了，去搬。不用搬了啦，我去搬，可以了啦。不是楼梯啊，我去搬了。好好，那我去，你要去搬？不是我去搬了，你去搬嘛。你听不懂意思啊？我听懂了，亮哥要去搬楼梯嘛？不是，亮哥你就要接我去，我去，亮哥你，亮哥我就麻烦你啊，我去啊。你再讲一遍，你回来。还是我去我去，少来了，他根本不会动，好不好？我跟你讲，现在哈林哥不在哦，亮哥称霸王，他现在非常享受当大哥的感受。你这句话我听过哦，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的意思。猴子称霸王，是这个意思。这个还是要两个人才能完成的。对，100包啦。哦，几箱啊？哇，这么多！啊，现在我做完了再了。那台车可不可以借啊？现在我立合中中心，叫人桥都来载。真笑哎！哎，这再无。啊，我这台车接完炸起来物资的无？你还搁包啦？恁这台搭一台哪开着？来台。哦，那台那台。小兰呐、啊，小兰呐、啊。一台塞吗？可以。手牌哦、喔，手牌的吗？对，手牌的。郭哥，你手牌可以吗？啊，你安全帽先拿掉。那个车感觉比你还小。安全帽要拔下了。安全帽先拿掉。开车也是要注意安全呐、啊。来哦，来哦。哦，村长你有哪会呢？啊，那有可能。用的呢？这一看就知道我在做工的。
OK， 出发。好。哇，好不好？行啊，出发了。你会开手牌吗？会啊，你会开。没车，没车。你喜欢开手牌吗？喜欢啊，手牌四百都开。没办，商务值没办。没办啊。赞。哦，是谁？是谁 ？One two three， 到了。One two three， 那我们有要排戏吗？还是没有？所长来了，不是要问他一些案例吗？哦，不然就要编了。对哦，我昨天的 round down 忘记拿走了耶。怎么办？记在脑海多少啊？我记不住事情，因为我永远都一直有想法，对，一直在创新。对，我旁边有这样的团队要帮我记东西的。回去拿会很久吗？你需要这样的团队。对，我需要这样的人。你天生就是巨星的命。对，你坐着回想一下好不好？你坐着，好，冷静下来，你冷静下来。怎么了？还有昨天他写好的 round down 跟有奖征答的题目，我要放在村长家。没事啊，我们现在立马想啊。我知道，我想起来，第一个步骤是大家自我介绍，开场，然后看，我们沟通一下，村长要不要讲话，副总干事要不要讲话，所长要不要讲话，要讲话就要讲话，要讲，要点时间，要讲话，要，问点时间，问点时间，他们讲话，再就进入行动剧，好，行动剧结束之后有奖征答，对，有奖征答结束之后我们谢幕，然后发东西。就好，应该是可以，应该是可以一个人日发一包。哦，那有奖征答就是也可以啊，因为好几盒哎。对，可以啦，应该对啊，应该一个人一包，应该是一包啊都可以。好啊。长官就坐第一排了，好不好？对啊，好，我认真坐。我认真坐，你坐过？没工作很丢啦，不能这样那个。没工，我看他们有带一些道具来。对，像这我们的这一些反诈的文宣品，对，然后还有一些手拿看板可以做利用，这样。虽然这样，因为其实时间比较紧迫 ，OK， 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表演的机会，叫他唱歌也不叫我唱歌也不太适合。然后我是说简单用比较像行动剧的方式，哎，就是把那个。这个真实的案例变行动剧比较有趣的方式，然后我们让长辈比较容易了解，记得清楚说会这种情况就要小心。嗯，那时候我们就请所长帮我们解释说，哦，的确有发生这种案例，报这种案例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处理。哇，亮哥，我看这样好了，我们两个，一个是假亲友，一个假投资好了，因为假投资这个是很严重，因为假投资他们通常损失的金额都非常高，对，很多老人家存了一辈子的棺材本都赔上去了，对，所以我看应该这两个案例。假亲友，假投资。坐，开演唱会的感觉。坐，哦。下面很多歌迷在排队，这样哦。哇，那怎么办？那要不要加码唱歌啊？还是唱一首吧。但我们今天最重要就是临场发挥了，因为我们现在新的两个案例，今天刚刚才确认，一个就是亲友诈骗，亲友诈骗，一个是投资诈骗，投资诈骗。哦，那亲友他刚给我们一个案例啊，就是女儿打电话给。妈妈打电话给女儿，对，妈妈打电话给女儿说好久不见了，家里要买冷气，买冷气，然后那个，有，
坐坐坐，认识认识，全部都认识。公家养的叫军人，现在是军人军人。对对对，军人军人，直接直接，我们就测试。来来来来，走走走，军人军人，军人，这是投我一票，投我一票。对，我们现在要开会了，现在。那我可以坐好。坐上来，这是马上要加入，没有时间让你熟悉我们。好，对不起。好，因为我们待会有一个美其名是我的民进村长的见面会，但事实上是我们一个反诈骗的一个宣导的一个茶会啊，见面会。好，那最近演戏是哪一部？鬼天下。鬼天下，他演戏没问题的。好，演鬼啊。那其中一个就不用了，对啊，我们就这边就都在。他一人分饰多角，一人分饰多角，真的要这样弄？我等一下要干嘛？不行了，我们有一些简单的行动剧。嗯，那只有大纲，没有台词。好，没问题，没问题。所以那我们两，既然有人帮忙，两个都给他演好，两个都给他演。我一进去，虽然我不知道我在干嘛，却笑死，很紧张啊，我吓死啊。没有本，然后又是一个舞台剧，用表情的方式。因为阿公阿嬷每天都在看连续剧啊，或者什么八点什么什么，他们其实都看戏看得很精的，你演不好，他搞不好骂你的。我们再派两个人出来就好了。派两个人，我浩辰很会演戏的，一定要的啊。我一定要演是吧？对。你不是童星出身的，我帮忙递茶水可以啊。不是你童星出身的，童星出身就他了，是这样子的。哎，OK OK， 我也很记得，就三个，三个，啊好，三个，好，我们三个。好，第一个案例是亲友诈骗，好，你当亲友，我当诈骗，他当亲友，你当诈骗 ，OK， 就这样，好，大纲是这样子，你是女生，你是妈妈，你是女儿，你是妈妈，我是妈妈，她是女儿，她是。你是，她是我女儿，是女儿，对，我仿诈，我仿，对，哎不对，她是骗子。没关系啊，你是诈骗，他是诈骗，对的，哦，他是诈骗，所以我要介绍他了，一个女儿，而是一个，我是妈妈，你妈妈，妈妈是才是诈骗的那个人啊，对啊，哦，你很诈骗，哦对，亮哥，你现在谁要聊谁是谁，谁诈骗谁，亮哥，妈妈诈骗女儿，哦对对对，好，所以就讲个。讲女儿好了，哎，我先讲女儿，是女儿，我先讲女儿。我说我要让大家知道她是谁，你是谁用，你们再开始演。好好好。我想说这边是一位呢出外工作的一个小花小女生，小女现在大概已经赚钱应该不少岁了，二十五介不介意 ？OK， 可以，二十五岁的一位上班族，思念妈妈的这个女儿呢。巧不巧就接到女儿打来的电话，哎，妈妈，你没有音响，你要电话铃声，声音不是我，声音是音响，声音是他们，都是他，对，演到你们有点尴尬的时候，快要尴尬的时候，我再说声音说，这个时候女儿忽然间灵光一闪，对，灵光一闪，灵光一闪有音效吗？没有。哦，灵光一闪，该做就要做。爸爸，爸爸，可以。灵光一闪之后呢，就问了妈妈一句话，问了妈妈一句话，就说：“啊，你怎么不叫爸爸去买？”啊，好好好，关键字，你怎么不叫爸爸去 买？啊，就解释，叫爸爸去买。他就说：“因为爸爸，出去啊，那时候出去找细汉。”我就看我儿子哭，就哭了。我你给回家五万块嘞。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女儿虽然已经知道这个妈妈可能是假的，妈妈可能是骗子，但是还是因为内心太善良，还是安慰了她。我就安慰她。第二个案例是投资诈骗。是。投资诈骗就是，低风险高报酬，稳赚不赔。对，好，你帮你高报酬。好，那就是刀哥。刀哥蛮像的，刀哥找我。对，刀哥很适合生意人。对，你找他的，可以找我。我就是一个奋斗青年，想要存到第一笔金，第一桶金，第一桶金啊，很想赚钱啊，聊点自己未来的梦想，聊点未来的梦想啊。可能就是我准备想要汇钱，汇钱的时候，这时候灵光又一闪。那你就应该要做什么确认？打电话。16，睡啦，就是就叮叮之类，就叫那个所长再解释一下啊，这个组织是不是对的？好啊，好啊，好 ，OK， 来，准备对付一下，还有对付哦 ，OK， 等等，我放下元浩的照片来。哎，你看一起啊，我们要同赛啊，来，元浩，都有，全都在哦，队长加油！村长，加油！我们从那边下去招呼，这边吧。哦，你们先下去。哎，亮哥，那谁在跟你在这边？我跟那个郭哥。郭哥 ，OK， 好，我们坐这边了。好。组长，你们这边请，这边坐。好，谢谢。这边都可以坐。来，各位美女，各位美女们，我们开放入座了。我们往这边上去，加这边啊。塞基利亚，哎。K K。
二楼，二楼。你楼啦，你楼，你楼。直接直接来。哦，楼梯小心哦。对，我来见习的啦，见习，见习村长。哎，瑟怡，瑟怡哈。而且你们要入座对不对？来来来来，请坐，请坐。都可以，都可以。哪一排开始坐？先第二排开始啦。第二排开始。第二排，咱等下拿好钱，我再来。谢谢，坐第二排，坐。我亮了嘿，请坐。大姐，来哦、喔，来电信啊，来哦、喔，在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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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小心小心。来来来，老电车老电车。里面里面里面，谢谢谢那你们都换衣服了，很漂亮嘞。还好啦，还好，还好，还好。你好，还有酒喝。没有没有。就是。好，都可以坐哈。这里有，谢谢谢谢。可以往前坐哈。往前往前，慢慢来。哦，加这里拢食饱哦。啊，若无个猪红豆，等我你啉啦。我们村长，我们没了，我来我倒车嘛，大姐来，接接接接。好，谢谢。都可以坐哈，第二排、第三排都可以。前面也可以坐，前面有两个位置。两位，前面也有啊。内区也有，内区也有。不知道村长他们都到了，差不多了，对，差不多了。好的好的，我的明星村长反诈骗宣导课程也是我们今天我的明星村长的见面会呢，还有在三分钟之后就要正式开始啊，大家可以收起这个欢乐的心情啊，开始放低谈话的音量啊，把你的焦点集中到我们台上来，我们在三分钟之后，三分钟之后马上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见面会，也就是我的明星村长的反诈骗宣导课程。那这个距离都开明白，有点杂讯。刚刚是说扩张扩张，还是换那个是他是他，对对，他拿掉，站在这里，喂，拿远一点就好。他拿掉，对。不好意思，是上面的，不是这颗。它是上面那一颗，但是我是怕是上面打开，所以它上面那个就别动了，行不行？对，这是全。还是我们其实声音大一点，不用麦克风。不要，给你原来的那一只。哎，它原本那一只那一颗了。不要这只了吧？好，谢谢。你是说不要这只对不对？对啊，不要这只。不要这只，不要。哎，这是 one two。它那个不行。我这只了，我它把这个关掉了。好了。好像那边不能关这个。one two one。守望相助大哥，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哦？有哦，哦，那就表示都举手了，就听得到了。好，那就大声一点了哦。好，你看就这样。好，对啊，那我这次心里就是很不好受了。做你是在台上表演的人，我希望他们也很顺利，所以我才会在乎这个事情嘛。先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下哈，我们是我的明星村长。那我的明星村长当中有很多位村长啊，又有一些三不五时会过来帮忙的我们的村干事啊，还有村特助，还有村特助特助啊。这一次呢，我们我的明星村长很开心来到我们宜兰哦，那也来了好几天了，很多人看到我们都知道，我们这几天都在我们呢啊宜兰这附近的几个村都有出现，有村、大进村、顺安村，有啊。其实我们接触最多的有几位村长啊，我们那个郭哥也很熟嘛，很熟。这两天最熟的村两位村长，你要帮我们介绍一下。村长江村长，好吧，鹿埔村的江。想感谢恁啦吼，咱的新家这个这船长，以及我这同事，啊，跟咱这乡亲哦，我深深的体会，想反诈骗定爱举办，因为在阮龙宝川，我有去躲过，躲了可能七八件，有两件相当重要，甚至命无去，天怪伊命无去。我希望咱今仔日你来做短剧，转了后，恁好啊，甲宣导者，互恁各村大家拢知影。我希望以后无代志，拢无代志，有代志拢找我。我会找因啦。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好，感谢。谢谢。
在座还有其他几位村长、几位贵宾，那因为这次我们行程没有很赶，也没有到每个村都去了解。不过我知道我们好像在这里每一位村长都之间都是好朋友，还会互相支援、互相协助、互相讨论。我们请几位村长转身跟我们现场的村民挥挥手致意一下，好不好？谢谢。来来来，谢谢谢谢啊！村长，村长。几位村长哦，时间关系没有一一介绍。还有我们这几天经常看到我们守望相助的队员也来了哦，还有很多我们在这个村子里面跑来跑去，看到了很多熟悉的笑容，对对对，熟悉的面孔，今天又来了，今天也是见面会嘛，对对对，来看卖咧，电视内底阮甲即卖现场的阮这边无同，啊那感觉讲阮本人拢比电视内底较因头较好看，较高级，来到宣传节，好，来就是我们今天重头戏了，好，我们大概准备的时间呢非常久。大概有三分钟左右，准备时间呢？那呈现的时间多久？我们要演的才知道。是，应该也不会超过三分钟了。对，是。但是我们挑了很重要的案例哦，就是在我们路虎，在我们这个是真实发生的，真实发生，而且是让我们的派出所所长最头痛的，因为有一种呢是最常发生，有一种呢是发生以后被骗最多钱。这个真实的案例是亲友诈骗，亲友诈骗，在台上的人呢？并不是真正的亲友，就是表示其中有一个是骗子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啊，我们的军伦，对对对，军伦他扮演的角色是一位25岁的上班族。上班族，上班族，上班族。亮哥，他是男生还是女生？是一位女性的上班族。是女生，是不是？是。女生嘛，对，家里没有事情呢，刚好就对着镜子化妆，想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好，戴点假睫毛。哎呦，有，哎。哦，口红，嗯，哦，哦，你大声一点就可以了，应该可以了，靠近一点讲。觉得自己很漂亮了以后，就想起了自己的妈妈，啊，好想妈妈，更想妈妈，好久没有看到妈妈了。这个时候妈妈在干什么呢？妈妈有没有想我呢？这时候很巧，可能是老天爷听到她的心思，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电话那头，电话那头，电话那头，电话那头。对对，电话要先响。哦，电话响了，电话响了，有电话来了。这位上班族去接电话了。好的，电话那头呢，传来一个好像是妈妈，又好像不是妈妈的声音。她是一个年纪大概有75岁，啊，75岁。但是呢，还是每天可以去运动爬山。哦，每天还会去做瑜伽、跳土风舞的一位妈妈，是非常健康的。所以女儿在外地工作呢，她也没有说呢，一定要她常常回来。这个时候，电话接通了。喂，妈妈，你生病哦？你怎么知道我是妈妈呢？因为你声音变得好粗哦。我好想你哦。伦，我也好想你哦。阿伦，嘿妈，我跟你说，你不要说，我最近刚好在装修房子啊。啊，你也知道，夏天到了，房间很热，搞得我每天都要穿一件比较清凉的衣服在屋子里面走来走去。妈妈，隔壁的人都一直看着我。他们怎么敢看你？因为我把窗帘都打开。那你可以先帮我转一点钱，让妈妈先买一台冷气吗？转一点是多少，妈妈？大概10万块左右。妈妈，你那电风扇就可以了吧？电风扇要配合冷气，电风扇我有了，家里已经有了。这个时候，机警的女儿想到一台冷气居然要10万块，就算分离式冷气也应该没有那么贵啊？难道妈妈整个房间里面都要装冷气吗？我想要吹2台啊，房间一台，客厅一台嘛。好了好了，那妈妈，你怎么不叫爸爸买给你啊？什么？爸爸？爸爸吗？对啊。爸爸他就因为看我穿得太清凉，他先出去消消火了。爸爸应该是不想看你穿得太清凉吧？关键的地方来了，这时候女儿问了这个问题：你怎么不叫爸爸去买呢？假妈妈呢，没有发现说女儿是有目的的。这个时候你们跳脱你们原来的角色，告诉大家为什么女儿会这么做。爸爸已经同意了，因为。
厉害，聪明。我们还没有进入有奖征答的环节，对对，你就帮我们。聪明啊，好聪明，好聪明。请问，就是因为爸爸已经过世了吗？对，我爸已经走了。是，在信走了。真实案例就是这样。聪明，聪明。对，所以呢，这也是这个行动去告诉大家呢，多一步的确认。哦，不要因为一听到这个事情哦，因为孝顺妈妈就把钱汇出去。对，不能太快就汇。是的，不能太快就汇。好，给我们的军人还有我们的郭宏志，热情掌声鼓励下方。再来要登场的这个呢，就是有可能让你呢啊一夕之间你的存款账户变成零的非常恐怖的投资诈骗。来，哦，那我们当然请我们里面钱最多，我们最担心他会被骗的人之一，事业最大，事业最大，不要担心你被骗了，不要不要，老陈，老陈，老陈是很多年轻人喜欢在网络交友啊，会结交一些兴趣相投啊。也这个有未来理想一样的年轻人，对。那我在网络上面呢，就是经常去 po 一些我出国玩呐、啊、，po 一些好车啊 ，po 一些名表啊，分享一些我自己成功经验的人在网络上面。我平时就是喜欢运动，跟运动有关的我都很喜欢，也喜欢挑战自己。然后我现在，要存满人生第一桶金了。这两位年轻人兴趣相同，年龄相仿，平常经常会在下班之后就会互相对彼此嘘寒问暖。这一次，我们的小刀又在网络上啊视讯了我们的何浩晨。咚咚咚咚咚咚，你要录啊？语音通话，语音通话。叮。哎、欸，浩晨，哎，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还不错啊，最近又赚了一点钱，你呢？真的假的？我好羡慕你哦，每次看你在网络上发一些名表、跑车，我现在已经快要有了，快要可以有了。对啊，很棒啊，我觉得哦，我每次看到你这么努力啊，尤其你每次照顾你爸妈这种很孝顺哦，老实说哦，我有一些想法哦，我之前的一些经验。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哥哥，带着我进入我这个领域。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帮你介绍。真的假的？但是你要等一下，因为我那个哥哥哦非常挑人，他不是让每个人都可以加入他这个组织的。那在这个部分，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去跟他确认。你教我怎么投资的话，可能会翻倍，对不对？我跟你讲，你这样子努力的存钱哦，真的速度太慢了啦。我每天工作都真的都很累呢。我就是看你那每天都那么辛苦又这么孝顺，我很感动。那你等我一下，我去跟我这个哥哥争取。我先跟你分享我们之前是怎么赚钱。好啊，好啊。我们之前呢，就是我那个哥哥哦。拿了一份报表给我，有人拿100万给他，拿了100万给他，他每一年可以赚36万，每一年36万，每一年36万，其实这没有很多，但是很稳定，很有保障。你看嘛，银行存钱年息才2%多，就算现在最高美金才5%，一年你投进去有36%固定的保本，这个是不是非常好的一个条件？暂停一下，可以来，我们先请问所长。他讲的这么流利，他是不是有可能真的有做过诈骗的事情？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很有可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讲的完全是诈骗集团，你巨细靡遗，巨细靡遗，太细了啦。不是，不是，我问你们，36%听起来有没有吸引力？对，有了，36%你也倒呗。如果保障的话。真的有机会嘛？丢啊！但是我们的何浩晨是很有警觉性的，他这个时候又提出了一些疑问。对，那道哥是，我想要请问一下，因为我有听过投资理财有赚有赔嘛？对，那你这个真的是稳赚不赔吗？我跟你讲，我不能说他稳赚不赔，只是从他的历史交易记录，过去5年平均在36%，你不能说他没有风险。但是风险非常低，而且稳定36%，我相信就算少32%，我觉得也不错。没关系，这种事情我不会勉强你，我只是告诉你，我为什么可以有跑车，为什么可以有豪宅，是有原因的。复利的计算是很可怕的，136，明年就变300，300之后变450，我就是这么存下来，我花了5年买了一栋房子，你自己看。你是不是真的被骗过啊？真的被骗过？骗过？是我在投入角色要投入啊，我很投入吧？太真了啦！真的，是哦。变手变手，好，变手变手。没关系，我跟今天我不要勉强你，如果你 OK， 你再告诉我，我跟我那个哥哥确认，确认以后，我传一个账号给你，你再传进去，我不经手你的钱，你的钱是你的钱，你直接对到这个我哥哥那边去。他会帮你来安排，好，你自己决定。我的心开始在动摇，一直在动摇，到底要不要投下我存了那么久的钱？对，
可是某方面我在想，哎，这个会不会有诈？会不会有诈？怎么办？我突然想到了，我要打165。再次，我要打165。掌声鼓励一下，来来来来，我先鼓励一下。好，谢谢谢谢。又要请所长出来说明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像小刀刚刚演的这样的情况出现？投资型的诈骗哦，这其实是非常多的，非常多的哦。像刚刚这个案例，就是说他是一对一的，那通常他跟你讲的东西都是高报酬、低风险、稳赚不赔，这些是关键字。其实只要在网络上面看到这一些的关键字出现，这个投资通常都很有问题。其实很多各式各样的诈骗案件，其实背后都是一个字，就是贪。贪财贪色，后面的结果都会很糟。对，这边跟大家分享，谢谢，谢谢所长。谢谢。你这个关系用简短的这个，还精彩吗？还精彩吗？大家，大家还觉得蛮认同我们的演出的啦。谢谢大家，谢谢捧场，谢谢捧场。希望透过我们这个小小的演出，虽然今天音效出了点问题啊。对，哦，本来今天麦克风没问题的话，各种情境音乐是我马斯卡要负责。对，现在是我会改进的，不好意思。哎，我们还是不是有一个流程？一定要讲，我们还有一个流程啦。对，我们还有一个流程，有奖征答。有奖征答。哦，那对，奖品是礼轻情意重了。哦，谁要先来？我先好了。好，刀哥你先。好，我先。最像诈骗，没有给大家一点小的空间。哦，在我刚刚的我跟我演的这一趴呢，哪六个字是关键词？看到这六个字，我们要特别小心。有没有人知道？哎，高报酬低风险。哎，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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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谢谢，很棒哎，真的，谢谢谢谢。赞！好，那换我出一题好了。如果今天你遇到一次可能跟诈骗有关的问题啊，然后你忘记那个诈骗的专线几号的时候，该怎么办？要找谁呢？一、二、三。哎，这位姐姐。三。哎，可以。那第三个就我来了。好，第三题由我们的郭宏志提出。好，第三题哈。那一般我们常常会接到一些可能觉得不是我们亲友打来的电话，但听起来很像。那请问各位，我们要怎么跟他确认？来数到三喽，一二三。电话跟对方确认一下，我们的可以摸一下，可以讲是不是真的？好，我们打回去，对不对？打回去。来来来，厉害厉害厉害！来，所长帮忙问一题。你看，我问一下哦，我刚刚分享我的心得最后面，啊，我是有跟大家讲过一个字，千万不要什么？不要怎么样？三二三。哎，紫色衣服的，紫色衣服这位姐姐，哎，对，就是贪，就是贪，对对对。但是我如果不贪的话，怎么有奖品呢？对对对，必须的，不一样，这很矛盾的。谢谢。那因为今天真的是我们后来发现的，我们的几位在座的村长、长官啊、理事长啊、副座啊，都是非常厉害的，奖品真的发不完呐。哦，所以我们在门口哦，大家离场的时候，我们一个一个发放，好不好？好，谢谢，谢谢。来来，陶晴哦，谢谢，谢谢陶晴哦，陶晴哦，来陶晴哦，拜拜，陶晴，谢谢你们来，谢谢，对，谢谢你们，谢谢，今天聚集了大概一两百个人，然后也让这些在地的居民跟邻近的村长跟村民都一起来加入这个活动。那我觉得就是用这种表演的方式，可能让更多人可以去注意，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随时会发生在我们身边，越多人知道这些事情，那到时候节目播出之后可以有更多人知道，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件好事。有点骄傲哎，动员大家的力量，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短短的几天，我觉得做起来有超乎我的想象，也希望大家来以后可以把这个观念分享出去，这样子就是一传十，十传百，被诈骗的事件，我希望可以就是慢慢的减少这样子。来了，女六，队长，队长，哦，我发现队长。
们表演得很棒，很贴切，跟我们的教育非常的好，是对小慧在对社区的民众是非常有帮助的。这种活动哈、哦、要常常办，因为照片局长太猖狂，真的就老会让他们砸，让弄狗飞了了。我在传递人把这嘛真少做，对着咱的地方。各家社区靠进步，特别是我们大地有缘，啊嘛，谢谢我们在传递，有年龄给卖力。就像如果是第一次出来，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反诈骗的宣导，然后还要行动剧，还要干嘛？我觉得不可能吧。到第二次出来，我就已经有点小改变了，我就认为很多事情是有可能做到的哦。伙伴们也是这样，几分钟就。就真的可以上台，而且有些那个演出内容或什么，也是给我惊喜的，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演什么。就像我们讲，我们那个脚本是只有大纲没有内容的嘛，加上后来的所长啊跟村长啊，在我们耳朵旁边就讲说、欸，谢谢你们来啊，他们觉得这样的活动是很有效果的，我们觉得是有成就感的，对，有成就感。我从这四个人身上，我就觉得这种很欢乐的气氛。一起付出，因为我觉得当你在做一个很辛苦的事情的时候，最好是有很欢乐的气氛，你就不会觉得累，而且做很多东西你会有热情。那我觉得从他们身上都看到每个人的幽默跟热情，重点就是想要跟大家有这种一起的感觉，一起，我很喜欢那种一起的感觉。我觉得今天很棒的是他们有在笑，就你看我自己有感受到，就是那些爷爷奶奶他们在下面，他们是真的有在看我们演什么，然后他们是有进入那个状况，然后有笑，我就觉得很值得。大哥走啊，我们要跟村长说拜拜嘛。是啊，这个得到这么多的协助，对啊，帮我们成长了。哎呦，谢谢了，谢谢村长，谢谢村长，谢谢。刚刚我们就辛苦了，拍死了，感谢感谢。陈都林全家福哦，哎，我全家福，哇，拍死了，我再来跟你讲讲，拜拜啊，恁全家我做了三回，哎呀，拜啊，哦，恁男女就特别等待，等待等待吧，哦，非常辛苦嘞，对啦，对啦，我买。大大给您感谢，无啦无，我来给你感谢，我来给你感谢，感谢对啦。啊，你唔敢，我嘛唔敢啦。我先别唔要，啊，咱少咱就好啦。好啦，我两个你给老人讲啦。好，我嘛。来，你就你给。好来啦，好来啦，好来啦。啊，我你给老人。我过年刚到还是？谢谢。好啦，谢谢。你们夫妇的态度也相当好，带领了也是非常好啊。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好，哦，我非常的满意，100分加100分嘛，就是200分的啦，哦，满意度相当高啊。我们从出发到现在应该经过一个小时了，这个里实在太大了，这里都是山水里啊，应该是啊。哇，这里这么大，我们的土地呢，一个小琉球那么大，是龙潭我们最大。当时我接到电话，明星村长要来，心里在想。真的有用吗？这个礼拜又是同花季，是，所以准备工作，像河里面的那个脏那些都要除掉。小心走哦！要小心走路哦！小心小心，浩哥 OK， 去拿一下。它水很强，很滑哦哈。我抖了。加油！好，加油加油加油！怎么的方？怎么喘啊？气喘啊？来，这个我。小杰不错，我来搬这个重的。你这个干事不错，一开始就知道找最累的做。同花季大家走路的时候呢，会打到头，要稍微注意一下。杰哥，你雨衣要不要先穿着？我觉得雨衣先穿起来好了。雨衣要穿起来了吧？向上去，手搬着树木。哎，不是挑用具啊，用具。这就是大家都把爷爷家当成垃圾场。对啊。他有些有袋里面，他根本没有分类。怎么有点收不完的感觉？正能量，做完回收之后，局长真的很开心。嗯，对，真的。我有发现，你看我们的眼神有转，不一样。这里的制度都变好了，就是因为有。没问题，没问题哦。打勾勾要打勾勾起来哈，记得哦。